你们现在都在读书的好年纪，千万不要跟女生上床。上床了之后，你就不想读书了；读书了之后，你就不想上床了。一旦你跟一个女人睡过之后，你就非常的迷恋这件事情，你就会，反正呢，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，书里老是骗我说女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啊，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，我都被骗了。实际上，现实生活中我遇到的女人都是很残暴的，我遇到爱情呢都是很残酷的啊，所以你们一定不要相信这个小说里面写的，爱情小说里面写的啊，女人是多么美好善良的动物，不是啊，女人是最残暴的动物。然后呢，你们也不要相信说书上写的这个爱情是非常美好的纯洁的，啊，其实呢，爱情是很恐怖的，会把一个人啊变成完全的很痛苦的啊，知道，爱情是对人心最大残忍的一个悲剧啊。你们千万不要去谈恋爱，千万不要去睡女人，这样子呢，全国的女生呢就单身了啊，都，我会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啊，我希望所有痛苦只由我一人承担了，你们就千万不要再去跟女生谈恋爱啊。